谢你，阿门。感谢你把我们带到新的一天里，阿门。借着这一天，继续来施恩给你自己的众教会，阿门。借着今天这一点的时间，就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阿门。将你的道递给你自己的众儿女，阿门。将你自己的话语分掰了。使我们的心意可以心窍得以开启，使我们的灵可以开启，使我们更加从你那里得到丰丰富富的赏赐。请你今天继续伸给你自己的教会，继续来对你自己的教会说话，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因着你的话语而苏醒，使每个弟兄姊妹都因你的话语得活。因为正如保罗说，我是因神的话语而活着，就是因信神而得而活。今天就求你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地临到我们，是你自己的瓦器，带着你的权柄和能力，把他的口分别为圣，他讲说的每一句话不凭着自己的理性，不凭着自己的想法，不凭着自己的意思，乃是凭着主你的圣灵引导，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运行，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清清楚楚地完全知道你的完全救法，就求你亲自将你完全的救法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实实在在成为你所合用的器皿，在这弯曲悖谬时代，好叫我们成为明光照耀，照亮更多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众人的脚步都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你来帮助你自己的瓦器，帮助你自己的众教会，在教会中间做复兴的工作，复兴起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在教会中间做合一的工作，叫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叫众人在真道上苏醒，叫众人在真道上能够降服，就求你，因为你说你们当信服神，就求你赐给我们一个信服你的心，或者说我们的心不归向你，我们全人都不能归向你，我的心要归向你，我们全人就都归向你，就求你叫大的服侍小的，不要叫小的服侍大的，就求你叫我们属肉外面的肉体顺服里面的里面圣灵的带领，就求你致使我们地上的肢体，叫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真实的被你的真理所得着，被你的话语所得着，就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做得着的工作，得着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感动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使我们今天的聚会达到你的面前，败坏仇敌一切计谋，突破各样坚固的营垒，把众人的心意夺回归向你的真理。我们感谢赞美你，愿颂赞荣耀归给我在天上的圣父，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阿门。今天来讲一个课程，一个信。刚才咱们读这段经文就是信的经文，是不是？我们先从第二十节看，耶稣在上面的十二节，十一章十二节做了一件事，就是咒诅了无花果树。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代表什么呀？啊，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什么？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被咒诅的代表什么？啊，无花果树被咒诅的代表以色列亡国了，是不是？救恩不临到他了，以色列亡国了，咒诅。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代表什么？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兴，以色列复兴，是不是？都行。它是无花果树，就代表以色列旗上就有无花果树。耶稣走到那无花果树要看什么？他要找个果子吃，对不对？对。找一个果子，但是有没有呢？没有。一个也没有，为什么？有的地方说，没到收割的季节，没到收无花果树的季节，对不对？有的地方讲是，它是本身就是不结果子的树。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旧的以色列民，就那个旧的以色列属血气的以色列民，能不能结好果子？不能。所以主上去找也没找，所以主就咒诅了那旧的无花果树，表明那属肉体的无花果树被咒诅了，肉体，属肉体的被咒诅了。后来复活那个就不是了，后来复活了，是不是？对。后来复活了那无花果树，就是指新的。那个旧的死了，新的复活了，是不是？表明
旧的我们这个旧人死了，新人也要复活。以色列那个旧人死了，新人也要复活。好，咱们今天要查这段经文啊，这经文涉及到很多的东西。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什么枯干了。这个主有全能，把这个无花果树这一咒诅它就枯干了。枯干了就表明那个旧的东西，那个旧的生命已经枯干了，是不是啊？好，再往下看。耶稣回答说，耶稣借着这个无花果树是要叫门徒学习什么功课呢？信心的功课，是不是啊？就学习信心的功课。那具体咱们今天都说信，是不是啊？教会中间你问他，他都说信。我们信，信怎么信呢？信什么呢？具体我们要信什么？怎么个信法？都信，信和信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你信不信呢？都说我信，有的是嘴信，心没信，有的是外表信，内在不信，是不是啊？有的是当时信，过后就不信，还有的是什么？信字句，不信经义，对不对？教会中间五花八门的信，信是信，都跟从主。有的信呢是为什么信？杜甫信，是吧？还有的信为什么信？为灵信，为生命信。所以这个信的不一样，都跟从主。当时以色列会众出旷野的好几百万人都跟从主，最后呢有几个进去迦南的，那群人都说信，还有一些闲杂人，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在那里是分门接党的，对不对？还有一些是求饼得饱的，都跟着一起出旷野了，也都出来，也都受了洗了，也都经过红海。现在的信徒不也是这样吗？是。你说他是信徒吧，他不像信徒。你说他不是信徒吧，他嘴上说我信。那具体这个信怎么样？这个信到底是怎么样信才可以算作信呢？怎么样信才算作信呢？我们今天把可能是下午我们就要进行问题解答，疑难问题解答。有什么疑难问题呢？预备下午解答。我上午这两节课是讲信，但这信是个大课题，是个大课题，不是个小课题。我可能讲是讲不完的，两堂课讲不完的，讲到哪就算到哪。我们再看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先说你们信，当信服神。信是相信他，服是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什么？对山说，山大不大？大。人小山大，对不对？人小山大，人对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要只信他所说的话，必成就必给他成，一点也不疑惑就给他成了，是不是啊？这是主对基督徒一个应许。挪山有意义没有意义啊？有没有意义？挪山是没有意义的。挪山干什么呢？对不对？这个没有意义的事儿，耶稣基督说，如果你要是凭着信心，也都给你挪走，一点也不疑惑。雅各书说，那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一点也不疑惑。这里边说什么？你一点不疑惑，你指着这三所，你快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边。但这是一件虽然没有意义的事，这是一件大事。挪山这件事情，历史中间没有挪山的，唯独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记载要挪山。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前，众山岭海岛都要挪移，信不信呢？信。海岛都要晃平了，所有地上的
所有大山小岗小岗全部荒平，没有大山了，没有海岛了，海岛全部都甩没了。这是耶稣说谎话是真实的，真实的。有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有一场空前绝后的地震，最后震的整个中山岭海岛全部挪移位置。但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信心，就是你的信心有多大。耶稣也同时也在这里用这个山来比作最大的拦阻，最大的环境，对，是不是啊？对，有一种最大的环境就如同山一样那么坚固。耶稣说你若有信心，这个拦阻你行路的这座大山就要把它挪移了。用什么挪移呢？别世人用愚公移山，那个蠢笨的愚公移山去挪山，但我们用什么？他们用外体挪，我们用心挪，是不是啊？用心把它挪走。怎么挪法？这个很关键，这叫移山的信心。你的心你可以把这山移走，但是你的肉体没动，你可能就静静的在那躺着，或者静静在那坐着，你心里头就吩咐着山走，山都走，因为你没动。你没动是谁挪的呢？神挪，对不对？神就在挪了。你没动谁动呢？但你用什么？你用信，神就开始动了，是不是？神动你信，这就叫神人同工，对不对？信本身它也是一个动，是什么动呢？心动，对不对？平时呢咱们肉动，世人他是肉动，但是我们是什么动呢？心动。具体怎么样动，等一会儿咱们就一节节这么来查。第一点，在哪个写？你把这个绳擦掉。我们先把这个看啊，把这个写。第一是什么是心？什么是信呢？谁能说一下准确的说什么是信？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是指望，是指望，也是指望。弟兄，吴弟兄说，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这段经文是最合适给信下了个定义。下什么定义呢？信是所望。所望，知识的什么？实体。这是未见知识的，是未见。未见知识的缺。知识的缺据。缺据。所望之事是你未见之事缺据。什么叫所望呢？这个望就是远远看，用心人眼看见，不是用肉眼看见，它不是肉眼的事，性不是动肉眼，对不对？它是动什么呢？它是动心灵的眼，所以性是所望之事。这个知识就是所望，所盼望，或者是远远的望见这件事的实理。就给你交个底了，交什么底呢？交一个所望之事，你没有，你盼望的事情还没有来到。比如说，我明天要发生的事情。今天还没发生，是不是啊？是。用这个暂时界里，今天没发生，但在上帝眼里发没发生呢？发生了。他说我是阿拉法，他说我是阿拉法，对不对？阿拉法，我又是欧美甲。欧美甲。阿拉法是什么？是。阿拉法。
我们家是什么？在那儿念家哦，不念嘎。阿尔法是始，峨眉加是中，是希腊文首先数字和末尾数字。这件事情在你明天没过着，在但在上帝眼里呢，现在在上帝那里的有没有？有。现在正在做的，你明天的罪没犯出来，但在上帝那里犯没犯呢？犯。都已经犯完了，就包括你临死前所有犯的罪，在他面前已经犯完了。你能想象到这件事吗？你用永恒的眼睛看这件事，不要用自己眼睛。原因是因为上帝没有什么限制，没有时间，所以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是没有时间的。所以这件事不用你的眼睛看。所以呢，你明天要做的事情，在你看没做呢，在神看已经做了，做完了。所以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俄美加。”现在蚂蚁或者个小虫子从这头走到这头可能需要几代的时间，需要几代，活一代死了，活一代死了，一直到几代才能走到这头。但对我来说，阿尔法在我左手，欧美加在我哪个手？右手，是不是？在我两头都在我手里，我又是阿尔法，我又是欧美加，这个中间也都在我手里掌管。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笔，我拿这个笔，笔的阿尔法在我手里，欧米伽也在我手里。但对一个小不点的、特别特别小的虫子来说，那从这头走到这头是需要时间。但我需不需要时间？不需要。我不需要时间，虫子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耶稣承认我是历史的阿尔法，我是历史的欧米伽。能听懂吗？听懂。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说到几次，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是说太夸大其词了吗？他说我是世界历史的开始，我是世界历史的结束。你们现在还没到历史的结束，我现在已经在历史结束。你们现在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在头上。我还在历史的开头，历史开头还在这，还在这进行呢，历史的结尾也在那进行呢。都在神手里头，没做的事情在神手里已经做完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他为什么能洗净人的罪？小孩没出生，有一些小孩没出生，在上帝眼睛里已经出生了。是，听懂了吗？听懂了。因为他没有时间，对你来说，你现在还在那，以为这孩子还怀孕，在正在怀孕期还没出生呢，在上帝眼里他已经出生，也长大了。这就是永恒和暂时不一样的地方。时间在永恒界里不存在，只在什么时候存在？暂时界里存在这个时间，听懂了吗？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神给我们成就，我们是把为什么上帝把所有的事情在他眼睛里都有，因为他不存在时间，所以所有发生的事情在他面前都发生了，都正在做的，是不是？甚至有的都做完了。所以这样我祷告的时候，就是我把所望就是盼望的指示，我盼望指示用什么做实体呢？信心，用信做实体。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他用信来做这个盼望的实体。用什么做确信呢？用信当做未见指示的什么确信。未见指示，好，我明天的事情，我后天的事情，我看不看见？没看见。但神看不看见？看见了。神看见，所以神看见。我在求的时候，等我在求，我求后天的事情，我大后天的事情，我在求后天和大后天的事情。后天啊，咱们就讲后天，我大后天的事情。对于我来说，还有几天？还有两天，三天，还有两天呢。对，还有后天，还有两天。对上帝来说，他正在看着那后天呢。是，神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是，无时啊，不在。你是不是这么信？你是不是信这样的神？是，无时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对，无时是什么意思？每个时间他都在，对不对？包括你还没过到后天，他还在后天里头了。对，你说奇不奇妙？
起名，他在大后天里头，他还在历史的结尾，历史还没完事呢，他就在结尾等着你。你看这件事奇不奇妙？所以你求什么事情他都知道，而且这个你求的事情这结果他都给你都有答案，是不是啊？所以你长得什么样，将来你动作是什么样的，你长得什么样，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他手里。所以他是超时间的神，超空间的神，超历史的神，超眼见的神，不凭眼见，是不是啊？所以这样他给你成就的事情是在对于你来说还没过的，就是所望，我盼望后天是将是怎么样，所以你就向他求，求什么？求哪天的事情呢？求后天的事情，对不对？你求的是后天的事情，哪一天求呢？今天求后天的事情，今天求后天的事情，后天离你还有两天，但神已经在哪里了？后天了。他在不在今天里？在。也在哪里的？后天。所以他知道这个事的结局，他就给你成就。对，他给你成就的是你还没有经历过的。是，你经历过的就不需要求了，对不对？经历完了就不需要求了。现在你求的多半是求什么？没有经历过的，没有得着的，是不是？是。他给你成就是你没得着的，所以神今天他就是超时间的神，不在时间，也就是说不受时间控制。对，他在控制什么？时间。你说他控制时间，就像这个钟似的，这钟这个分秒，这个是这个是钟，这个针呢，都在我手里掌管。我让他扒到哪，他就扒到哪个地方，对不对？对。他可以叫日影倒转。倒转。日影，历史中间有一个日影，什么？倒退了，对不对？对。是不是？还有一个是历史中间还有一个是日头停留在什么地方？几天？月亮停在雅雅龙谷，这都是历史中间神做的这个事情。像就叫你告诉你一件事，神不受时间限制，你有时间限制，但是神超越时间的。所以因此你求的时候，你求这个事情还对你来说没发生，在上帝眼里已经看到了，已经看着了。所以他能叫你成功，所以这件事能叫你成功。同时他帮你避灾，神为什么能帮你避灾？因为他是无时不在的神，哪个时间段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在这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是。你对你来说啊、哦、这后边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是不是？对他来说他知道发生什么，所以到那个时间的时候，他就不叫你那个时间出发，就借着一些事拦住你不走。所以到那个地方就把那灾就什么躲过去了。因为他在时间里头，哪一个时间他都在里头，而且哪一件事情都在他眼前都显出来。所以神是超时间的，超眼见的，对，超历史的，超空间的神。所以他看到了，他看到将来你走的那个地方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说你的时候还没到，所以他就帮你避过去了。这就叫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你那个主导文的你不念着吧，救我们脱离凶恶。你怎么救你脱离凶恶？神是在知道哪个地方有凶恶，对，不像他们那个神算卦那个神帮你避避灾吧，但咱们这个神就能避灾，对不对？到那个地方没到你死的日期，这个地方一定给你避过去。神想一个方法给你拦阻一下，叫你错过那个时间，一下就避过去。为什么有的时候那车都撞到的我们了就没撞着呢？所以他说什么那灾祸来到了你不要害怕。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有把握，他有准的，哪怕就差那么一点，他就不要撞到你。为什么有的人无辜就吧就被车撞死了就死了呢？上帝说他到了，时候到了就要撞死了，他一出去就撞死了，是不是？所以上帝在你这一条路上给你
设立了许许多多的，叫你今天来经历他的，这位奇妙的神。所以这位奇妙神，所以他在你历史，他在历史中间的神，每一个地方他都有，在不是在你这是你这是历史的这一项，在你的整个的脚步，你整个活的这一生中间，他给你设下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让你经历他的存在，让你经历，故意的给你找出一些问题，叫你借着这些问题来向他祷告。是吧？没有问题，你不向他祷告，就借着一些问题向你祷告。他故意的设计这些东西，是都是他设计的。神设计这些东西就是主要是操练你的什么？操练你的信心。我们有时候这个信心呢不足，是不是？耶稣基督把门徒领到海中，为什么要叫他兴起波浪呢？啊，那个兴起波浪的是谁呢？神，是神。主要是操练门徒看有多大的信心，使门徒的信心得以增长。那在海中间，神设立这个风浪，是神早早就定下来，是还没有设立风浪以前就早早就定下来，是神在你每一在你这一生所有经过的路上都给你设立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许许多多的环境，借这个环境不住地在操练你的信心。是啊，都是为了你的生命。信心大了，生命就增长。是，信心小，生命就不长。是，所以呢，借着环境来操练里面，借着外面操练里面。环境是外面的，对不对？对，信心是里面的。嗯，所以不要叫你的生命增长，所以他就设立许许多多，所以你不要害怕，是神一手策划的，是神一手给你预备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信心，这一条信心的路就是这么走的。旷野的路也是上帝给你开通的，对不对？是以色列走旷野的路并不是突然的，神早早就给他设立这条旷野的路，叫他们走这条信心的路，通过旷野过去了，这个信心就增长。所以呢，上帝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要操练这些。那就所什么是信呢？所望就是所盼望，明天的事情、后天的事情还没到，但是所盼望之事的，那就是谁做实底了？信做实底，是吧？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就是没看见，没看见用什么做确据呢？用信来做确据。所以你得到这个实底了吗？你得到这个确据了吗？据是什么？证据啊，凭据，对不对？或者确实的凭据，已经确切的凭据到你手里了。用什么到的呢？用信心到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信未得着，是不是信以后得着，不是信将来得着，不是信已经得着，你看这个地方很关键。为什么有许多是弟兄姊妹他求他不会求呢？你得怎么求？是求，因为这件事情在上帝那里头已经得着了，所以你要随从上帝那个得着。明天对你来说没得着，但在上帝已经得着，你要进驻到基督耶稣里来求。那在基督耶稣里，他是超越时间的，进入到基督耶稣里就得着了，就现在得着了，不是以后得着了，就现在就已经得着了。那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这件事情我们通过这个我们查考圣经啊，特别是马可福音这一卷书，很关键这一章圣经，就因着一个无花果树引起了耶稣基督提到这件事情。无花果树啊，我们看早晨咒诅的，晚上终于枯干了，是不是啊？这件事情这是一种能力，上帝的话叫它枯干，也就是说神说什么那就定然一定能成就的。好，在我这个信心呢，现在要超越我的眼见，我的眼见呢，用我的眼见呢，我的信心和眼睛，因为你的信心和神是同步的，对，你的眼睛不能和神同步。对，什么意思呢？
我的心情和神是同步的，我的眼睛和神不同步，我的肉身和神不同步，对不对？我的信心和我的整个肉身的经历不是同步的，这样呢，我的信心必要超越我的肉身。信心是在前头的，等我经历的时候就在后头，是不是？你看这句话好像是很复杂的。为什么说我的信心，我现在我信的是将来的事情，我不用信现在的事情，现在正在经历的，我还要信过去式的，我还要信将来式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你信不信？信。这是过去式，是将来式，过去式。但我的信心不受时间限制，就正如神他不受时间限制一样。我是用什么信的呢？灵，对不对？灵受不受时间限制？不受。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来思想一下这个地方。灵不受时间限制，灵还不受空间限制，灵不受地域的限制，不受疆界的限制。你信不信？现在我把眼睛闭美日本那个地方，美国那个地方，我用哪想到的？用灵想到。但在历史中间，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连生都没生出来，你连生都没生出来，因为他是在公元钉十字架，你现在是在公元后将近两千年出现的，对不对？突然在两千年这个时候冒出了一个你。冒出来一个你呢，你里边具有，你虽然是这个肉体是暂时，但你具有超时间、超空间、超眼见的一个灵，对不对？用使用这个灵，为什么基督徒他和世人不一样？世人使用的是肉，我们使用的是什么？灵。因为我们今天追求就是灵界的事情，不是追求物质界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的是什么？肉，我们用的是灵。用灵才能超时空，用肉不能超时空。好，我想从这个地方就过去，不挖门我过不去，对不对？但我的灵不需要，我的灵一想就过去了，一想我的灵就是在那屋。那个哪个地方在哪就放的什么厕所在哪，我的灵已经过去了，是不是？是。我可以在电话里就指示那屋的人，厕所是在这个角上的，是不是？那里面有一个茶几是在那个角上，是不是？我就是可以在这屋用电话就可以操纵它，因为我是什么过去了？灵过去了，对不对？对。是不是？你家里头你的什么东西在哪放你都知道，但孩子问你妈有没有，我那书包在哪了，你告诉他书包在哪个地方，你现在灵已经回家了，对不对？用灵来指示家里的你所有的人，所以这个灵呢是超眼见的，超时空的。现在你闭上眼睛回家，你就想你家的事，现在你的灵就回家了，是在家里运行，是不是？所以上帝要叫你用什么灵，那工具用错了就什么都错了，对不对？工具用错，你用的是肉物质的它肯定不行，你要用的是超时间，上帝要叫你用这个操练它，所以操练肉体益处还什么少，唯有金钱操练什么灵。有多少人操练肉体，只是操练金钱，肉体金钱，肉体一辈子不在金钱，你操练吧，你的肉体它你怎么操练它也得入土，对不对？你怎么操练它也不行，它操练不了，它就要操练超时间。我们这位神是灵，对不对？所以上帝就要叫你用灵来对灵才能起到果效，是不是？神本身在历史中间每个时间段它都存在，对不对？他是没有时间，但他在我们这个时间段，他给我造这个时间里每个时间段都存在，他给我造这个有限的地球，这个宇宙空间每一个角落每一处他都存在，包括你身上一个分子，一个离子，一个中子，一个质子，他都存在，是不是？是。他在你所有的这里边他都存在，所以这就叫
无所不在的神，对，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的，没有一个时间他不知道的，对，所以他就知道你前面的事情和后面的事情，你不知道。现在你不要用肉体，今天用肉眼的看到来看我求这件事得没得着，不要用这个，用什么呢？用灵眼来断定这件事情得没得着。用灵眼就得凭什么？信。用肉眼就得凭眼见，哎，见，对不对？他就用见，这是凭信，这是凭见，嗯，一不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今天要叫你在信上建立章程呢？为什么在信上建立章程？如果不是在信上建立章程，历史中间耶稣钉十字架过没过去？过去了，对不对？我要就等我看见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再信他，晚不晚了？晚了。凭肉眼看见耶稣钉十字架，那这就是凭眼见的。那世人说我看见一个神，我在拜他，是不是这么说？说你的神在哪里？你拿出来给我看一下。你看他那个神能拿出来，这就表明他凭什么？眼见。眼见，他才拿出来。但我们今天不是拿出来神，神第一点不能拿出来，第二点不能看见，是不是？如果用肉眼看见了，你这肉眼就看见一个神，那肯定不是神，因为神他是无限的神，用有限的眼睛能看见，就表明神比你的眼睛还小，对不对？你的眼睛一看都看那么广，那神是无限的，那神要被你看见，那你神比你的眼睛更小。世人追求能看见，所以我们今天跟世人不一样，是他追求凭眼见，所以他造一个能看见的神搁那地方敬拜。我们今天不是拜能看见的神，所以首先耶稣做成救恩，在十字架上，在公园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这件事你没看见，圣经记载的不是你看见，是记载这句话，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你今天信不信？是不是过去式的？过去式的啊。所以的所望之是实的，未见之，未见之是就我没看见的，才需要信。看见的不需要信。好，我信这电风扇需不需要信？不需要。我要信他，不需要信他。他是死的，信是什么？所望就是盼望之事，未见就是看不见的。我们所以今天基督徒和众人不一样，就是我们信看不见的。我要信看得见的，就轮不到我了，对不对？再说看得见的不需要信。对。人说我信科学，这句话对不对？不对，这本身不对。我信科学。我信科学。昨天那个你们讲什么是科学？啊？什么是科学？都说我信科学。啊？都说信科学。一科一科的学。对，科学具体给它下的定义就是：上帝创造万物，实在的复杂，人的脑袋有限，没有办法一下都学会。就得一个人学一科，一个人学一科，一科一科，物理化学分开学习，分开学习叫什么？科学分开学习叫什么？科学叫科学，科就是一科科的嘛。嗯，那顾名思义呀，学就是学习嘛。对，我一科科分开学习叫科学，对不对？对。学习，你学习政治，你学习物理，他学化学，为什么这么分开学习？因为人脑袋有限，你不能都学会，学会你也学不会，同时你要学，你都学累死你。所以上帝造出许多的人来，叫人一个一个，你学这个，你学那个，他学这个，一颗颗分开学习，叫什么？学习啊。所以有许多人迷信什么叫科学，这个科学不需要信，他只要研究就行，研究研究，发现发明发明，看看是里面有什么奥秘，是人去发现神创造的万物，对，去发现，去寻求追求，人是可怜虫，去追求那个上帝所创造万物的奥秘，
一科一科分开学习研究，对不对？这就叫科学呀、啊！你这迷信这科学了吧？这个眼见就能研究，用眼睛就能研究，对不对？用手和眼睛就思，用思维、手、眼睛这三件合在一起就可以研究，它不需要信，对不对？信是什么？放眼信息。哎，一定要知道这个信到底是什么叫信，都说信，都说信的，都大伙都喊着信。咱们今天就来衡量一下谁在信上，看看谁在信上。有人祷告，你听他这个人在信上。主啊，把我这地方疼，你给我医治了吧。主啊，我这地方疼，你给我医治吧。祷没祷告？祷告。祷告完了，起来了，能成？能医治吗？这还等呢，能医治吗？啊？祷没祷告？祷告。信没信？没信。为什么没信呢？什么叫信？信一祷告就没成，就信成。对不对？对。他是信是得着，对不对？照你信给你成就，对不对？信是得着，这件事儿的确是用人思维、用感觉没成，但用信心，这信心是超时间一成了，或者已经成了，神已经听见了，你未求已先，他已经知道了。当你一求，他就给你成就，是不是啊？咱们就通过圣经了来找去，最后咱就找出一些关乎真正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是建立在眼见，还是建立在实实在在是凭信心？未成我就相信成了，我没有看见成，但是我信成了。对，要这样的信心。这不是迷信，是上帝给你一个实体，用未见之事，用信心给你个确据。你祷告的时候，你必须在主的面前先求的是信心。对，如果你不求信心，你本身就没有信心，你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信心，是不是啊？有人说，主啊，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对不对？这个信先加添。你在未祷告以前呢，不是求这件事，而是求信心，对不对？等信心增加了之后，你再求这件事，一求就成。所以他说的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那这信心怎么来的呢？神给的。那神给你信心的时候，在未给信心以前，你求的不是这件事儿。我不是求这件事给我成就这件事，我先求什么？信心。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先求信心。所以你们的信心，他为什么总把这信心放在前面呢？你们的信心如同一粒芥子那样大，就拿一棵桑树来说，连根拔起再把自己栽种到海里，他都会遵从你的。他是不是说你的信心要有多大才能把这事成就？是不是？就说你的力量如果有多大，就能把这个外面这个5000斤个石头崩走。那你说我现在要积攒的是什么？力量，对不对？说我有力量多大才能把这个石头搬走，是不是？现在积攒的是力量。那力量怎么能积攒力量呢？我必须储备粮食，储备，我把这里边这个力量给它储备足，对不对？那我现在是储备的，上帝储备的是什么？他主要要求的是什么？信心。这信心是关键。所以在没有信心的同时，但我还要求一件事，我先求的是什么？信心。好，我们现在就是那个车，我现在就那个来计算它一公里需要多少油。说我要想从这个地方跑到南京需要多少油，那我现在他要求的是什么？油，没要求别的，他是需要油，他烧的是油，对不对？现在说有了油了才能跑，到哪儿？跑到南京，对不对？
跑，他有油才跑到南京。那我怎么样？是我先跑啊，还是先加油？先加油，加油，加听懂了吗？听懂了。先加油才能跑，对不对？对，我那个油箱里是空的，是吧？今天跑到南京需要500公升的油，对不对？嗯。那我现在不加500公升油，能不能跑了？跑不了，不能。他说这件事必成，到南京这件事必成，但是呢，这车需要什么？油。他说你这件事必能给你成，但这件事成需要什么？行。听懂了吗？听懂了。但多半的注重他，我先祷告这件事，是不是？是。教会中间多半是先祷告这件事，他里面有没有信，这个信心足不足。耶稣说你们盖房子先不要急忙盖，做计算什么？哎，计算花费，对不对？花费是什么？钱。先看你酌量一下有没有钱，有钱了那厂房就可以盖成，是不是？嗯。没有钱了，你想盖房子，你立了根基上面不能建成，别人就说你什么能开工，不能什么，是不是？耶稣都讲这件事了，他不是没讲，是不是？信心重不重要？都说信，都说信，现在都在那上虚的，伪装的，装信心不行，那装可不行。装，他说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对不对？为什么有的人听到他缺少一个信？嗯，他现在别人说信不信？信，他那信是什么？伪。看别人说信，他也说信。信是怎么信的？伪装出来的信。有没有伪装信心的？没有。那信心是装出来的信心，不行的。上帝要不是装出来的信心，要实实在在从主那里加添的信心。有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那你没从他那里支取信心，没有这个信心的动力，你怎么跑到南京呢？以利亚跑到西乃山是用了多长时间？40天。40昼夜。40昼夜。对不对？那他怎么跑去的呢？神家也经过啊，怎么跑去的？是你们要跑，凭信心跑去的。是。他先什么？他是在那睡，拍醒了之后吃一棒，最后他又睡了，又再拍醒了一下，拍了两遍，吃吃喝喝，吃完了才有动力呢，才什么？跑。一个劲儿的跑。你看，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我们注重的是那个终极点，要去那个终极点。我们不注重加那个什么油啊，多半是什么？我们注重的你要好行为呀、啊，但是我们多半不注重你要有信心呐、啊，你要有信心，自然圣灵在你里面就结果就结出好行为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多半教会都注重的你应当有好行为，信心得加行为，是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这么回事？行为是结果，对不对？嗯。信心是因，嗯，但多半是忽略了因。你看吧，这教会中间都是忽略因的，把因不要了，直接要什么？要果。这什么是心？都在讲心，对不对？什么是心？真正的心是什么？圣经所说的心是什么？没有看见啊。多半心是看见，哎呀，这我也没好啊，我没得着啊。一说没得着，那肯定没得着，一定得不着，对不 对？因为你里边没有那个信，你没有那个信呢，所以你也祷告了，你也祈求了，而且你来那啥，一个劲重复话来那祷告，但主也没给你成就，甚至有的人多祷告不成就，不成就灰心了，再不祷告了。那你忘没忘记一件事情？你记没记一件事情？耶稣。他要先给你什么？信心。给你信心。你忘不忘这件事？因为所有的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昨天咱们讲《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的1章11节，是不是？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还有呢？还有《提摩太前书》第1章4节，是不是？
在信上建立什么？章章，是不是一切都在信上？根源是信呢？是，根源是在信上。那我们今天不在信上建，直接就越过了信，行不行呢？不行。越过信想得爱，能不能得着？越过信想得望，能不能得着？因为信望爱，先有信才生望，才生爱。就像我讲的，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把道路丢掉了，直接啊，直接要真理，能不能有真理啊？那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现在有许多人就在这个地方，他就说画，他就画画圈啊，画圈，就像以色列在旷野中间加里斯那个地方画圈一样。就是他那个信心不是建立在主的应许中间的，同时这个信心他没求这信心，直接求的结果，对不对？那么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上帝要的是你先给你信足够的信心，才产生结果。信也是神给的，对不对？是，信是工具，为要得到这个结果而加上这个工具。同时车是工具，这油也都是工具，是目的，用这个油，用这个车把我送到目的地。那我到目的地为目的，对不对？嗯。车都是工具，是不是？对。那信也是工具，信为要叫你达到这个目标。我祷告，用信心祷告，为了达到最后上帝要给我成就这件事情，对不对？对。那我现在不用的，用的不是信，凭眼见。我也有的人这个信耶稣，我也信了，我看也没好哪去。你看我也信了没好哪去，这是信吗？这是不是凭眼见？是。有多少人就是凭眼见？我信了，的确信了，我祷告他也不听，我看我也没好哪去，比那不信的也没强到哪去。开始发怨言了，对不对？发怨言，怨言从哪里出来的？不信的什么？这哪里说的？那不信的恶行把永生神给离弃了。我不信了，我信不信都一样。其实他信没信？他说信不信都一样，他信没信呢？信。你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小子们，十二节啊，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什么？谨慎什么？所以下面说，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什么心呢？不信在上帝眼里是什么心？恶心。最后能把永生的神给什么？离弃了。所以不信的人就被定罪。不信人为什么不被定罪？不信人本身他就能离弃神，就不要人了，是不是啊？是。什么是真正的信呢？这信的是何等的重要呢？对。有人说不能专讲信，你得讲爱，你讲望，干嘛？就像你不能，你要吃梨呀、啊，你不能摘光摘梨树啊，你得要求它结果呀。这句话对不对？对不对呀？已经错了。摘梨树那是因，对不对？对。下面摘上梨树的不是要求果，那果不用你要求，对不对？嗯，它是梨树，你只要往里施肥、浇水、剪枝，下面结不结果不该你事儿。结果不结果不是你的事儿，是谁的事儿呢？是神的事。为什么有的人就在这个地方反不过，反不过呢？梨树它肯定结的是什么果？梨果。梨果，那是我要求出来结的呢，还是他到时候上帝就叫他结果了？是的。人栽种，人浇灌。唯有谁叫他生长？是的。这谁？你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你忘了？你现在已经越到神那个位置上去结果去了。人结果那是人工加上的果，对吗？不对，是不对的。现在教会中间就要求人果，人结出的果。这信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不信，
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结果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永生神给什么遗弃了，是不是不要神了？我信他也那样，我不信他也那样，他说这句话好像他真信了似的。现在他的信是在教会中间被别人互动出来的啊，被别人互动出来，别人那随帮畅饮，对不对？有没有这种人？有。教会有没有这种人？看别人信我也信，他没明白信到底是什么。是。别人一鼓动他，他也信了。他信的是外面信里面不信，他没有里面充足的信心，因此呢遇见环境，耶稣说撒在什么地方呢？撒在路旁的种子，魔鬼来就把那个种子给他夺走了，他里面根本没有道，他说他信有用吗？没有。所以他那话就本身带出来，信不信都一样，我看他不信的比我们的信都强，信耶稣有什么用？照样丢三轮的，照样埋土豆子还掉地下。信神家里还死牛了，信神呢车还叫人偷跑了。这个偷不偷你家车，你不信神车丢的有没有？有啊。不信神的人手机丢了有没有？有啊。那不光是你信神的不信神的事儿，这是肉体上的事，和你信神这件事有没有挂钩啊？你不要挂钩，所以你不要用你这个来评断今天我是否是已经是得蒙神的喜悦了，我已经得到永生了。所以他就用这句话就来衡量到底是否是信。真正的信是什么？未尝就信了，就像我们那边祷告似的，上山都去祷告去，说这个村里就不降雨，那个玉米啊，那所有庄稼都旱死了，所以他们村民呢、啊、都组织，都是基督徒，好多基督徒组织上山祷告。临走的时候，小孩带了一把雨伞，那个大人还扒了一下，带什么雨伞呢？这么晴的天呢，都这么长时间没下雨。那小孩说：“你不是上山不是求雨吗？求雨就一定能下雨呀、啊。”谁信了？他带着雨伞这个动作证明了他的什么信心？上山求雨不带雨伞，你说这些人信没信？没信。什么叫信？还没等求雨呢，他早早把雨伞先预备好了，这叫提前的，对不对？这证明了他是真信了。所以降雨这件事还未发生，已经发生就相信，他就先信了。你怎么知道他信了呢？因为他拿个雨伞，大洪水还没等发的时候，挪亚就预备了一件东西。你别等发生完了我再相信，我这个眼睛看着大洪水我再相信，完了淹死你。所以人这个信心应当是超前的，对不对？应当是超前，是信心在这件事情以先就预备好。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有的人都说信了，嘴上信，信没信是不是？有多少人是在这种信仰中间，一直遇到考验了，马上就退却了；一直遇到考验了，马上就退却了，不信了。道被魔鬼夺走了，就不信了，是不是？也都在随便唱着过宗教生活。今天我们是过宗教生活，是实实在在在生命中间见到。在生命中间，你见到就不对，你不是在信心中间，在生命中间见到，也就是存在不信的恶心。早晚有一天，你是把神举起，考验没来到。那个马太福音第24章怎么说的？那时必有大灾难，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最后，下面说什么？倘若能行，连选民就比美国迷惑了。说那些日子必有许多人跌倒，现在都看不出来。麦子和麦子都在这长，刚一出来的时候都钻那个水面的时候，都钻这个地面的时候，看到麦子麦子差不多少，是不是？嗯，有一天就把它显露出来，长一长就看出来了，是不是？嗯，你这个信心是伪装不了。
你怎么伪装？那狼的伪怎么伪装羊？它也伪装不了。它不是羊啊，它生命，它也不住的，它咬这一口，咬那一口。你记住，教会中间，你记住，愿意咬人那种人都是狼，这边咬一口，那边咬一口，是不是？对。因为它本身吃肉的，你硬叫它在羊混在一起，是以为它是吃草，它披着羊皮，里面却是狼，它生命没改变，对不对？它就是狼。怎么的他都伪装不了，有一天那个狼尾巴早晚对不对？是基督徒那不用伪装，那信心最后上帝给你建造基督，你个人伪装的信心能坚持多久呢？能坚持多久呢？那是伪装的信心，上帝不要伪装，要实实在在通过上帝那里求信心。那信心我首先知道是什么，肯定不是现代的事，是不是啊？嗯，信心不是仰望现在的事，是仰望将来的事情。信心是通过盼望进入历史中间，把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但是你没看见的事情接受进来。信心包括过去式，包括将来式。嗯，将来是已经过去了，耶稣做成就恩你没看见，对不对？你信不信？信，你信，你信是信看不见的，是信看得见的。耶稣钉十字架你没看见，那你信这个神是能看见的神，是看不见的神。看不见的，说属灵界的神，所以一系列的东西都不能用眼看。你在你所有这条灵程路上，你都不能凭肉眼看。你凭肉眼看，这个肉眼就可以给你信心造成一种障碍。你信不信呢？信。因为主做事情他是超眼见的，不合乎你的理性的，你一凭肉眼看你就成为不信的什么恶行，就抵挡上帝的救恩。他本身神不存在，你说我没看到神，你把神拿出给我看，撒旦退我后面，你们拜能看见，我们拜看不见，对不对？我们看拜是充满宇宙万有的那么真实，所以你就用看不见的信心去信呐、啊、看不见的神，你就用看不见的信心去信呐、啊、已经过去耶稣基督做成救恩，你没看见的救恩，对不对？你又用看不见的信心去信呐、啊、看不见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对不对？那你一追求能看得见的，你肯定有问题，这个信仰就有问题，是不是啊？你这个信仰是建立在撒土耳人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磐石上的信仰。神叫你心看不见的，所以他在马可福音说这话，说无论你们中间是谁，无论何人，只要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头在哪里啊？海里。好，先说后头，谁说的呢？人说的。谁头呢？神头。是不是？嗯，你用什么说神才能给你投呢？信。那我信心不足怎么办？他说不需要多大，就一粒芥子那么大。嗯。求信心。啊，就一粒芥子那么大，小信心成就大事。对。是不是啊？挪山都不需要大信心，一粒芥子。耶稣说：“你们要。”有信心有一粒芥子那么大，山都能挪移了。但没有是因为你没有求过信心。弟兄姊妹，我们求不求信心呢？求过信心，是不是？嗯。信心重不重要？重要。这个特别重要，对基督徒来说，他就走一条信心的路。你竟然不求信心，你去先求结果，所以因此你求不来。求来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什么信心，没有信心是因为你没求信心，是不是？嗯。听懂了吗？你看亚伯拉罕，他开始的时候从家里一个乌尔出来，后来上哈兰，上帝从哈兰把他招出来的时候，招出来往迦南地区那个地方，那根本就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是不是啊？那地方是草木丛生的迦南地啊，但上帝就说那地方是什么好地方，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什么为业。他说最后跟那姨说那是流奶蜜之地，神说这句话，那个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中间
信没信？没信。没信。他说我没看见。信就产生疑惑了，最后就通过他们的嘴就证明他没信。他说耶和华呀，要把我们从埃及地那个要领出来，要叫我们死在旷野，是不是？在旷野没吃的没喝的，他现在那信心在旷野中间，他那心在旷野中间，在埃及地了，对不对？他想着怎么围着肉锅，怎么吃大葱大蒜，是不是？他想这些好事儿。现在心站在迦南，没在迦南，所以他在产生疑惑的心。他这一产生疑惑的心，耶和华说：“你们从各支派中间招出来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一个首领，对不对？去上迦南地，试探那地。是他们心里想试探神，是不是？心里怀疑神了，神才叫他们去到迦南地去试探，试探神。到那个地方，就两个人抬出来一串骨头，是不是？用杠子抬出一串骨头。”丰不丰富啊？丰富，丰富。也就是说，那葡萄串代表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抬出来了，是不是？这表明迦南地那个地方特别特别肥美。那葡萄啊，得用两个人抬。我们今天有看没看过两人抬的葡萄？没有，唯独哪有？迦南地。去吧，那地方肯定有两个人抬出来的葡萄，是不是？他们去没去？葡萄抬没抬出来？抬出来，抬出来，边走边，是不是？边回去就心里就疑惑，这地方不能摘了。虽然葡萄抬出来，这是葡萄抬出是证据，对不对？对，是证据。是证明什么？迦南地是肥美的。是的。当葡萄抬出之后，他们心里信不信？不信。心里不信，回来了就跟这个以色列人大发怨言，就开始在那里头就挑拨离间。说那个地方的确是有奶与蜜之地啊，的确好，那地方好，但是我告诉你，咱们坚决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呢？凭什么呢？凭眼睛。我们要去非得死在那个地方不可。为什么？它的城墙高大宽大的城墙啊，没办法攻破，没办法攻破。再一个呢，它那个地方那个人呢，那么的那么高啊，用咱们中国话就像大西驴似的，西教驴似的，那么高，我们在他面前如同什么蚱蜢一样，像蚂蚱子一样，对不对？像蝗虫一样，我们在他面前小，他们那么大，我们去跟小的跟大的打，不轻能死吗？他们凭着自己的理性，凭着自己的眼睛，不凭什么信心。所以他就在那里不能去啊，那地方不能去，耶和华要把我们打那地方，叫他们消灭我们呢。这一句话，整个以色列内部全部内讧了，是不是？就乱了。他们在说消极的话，是不是？不凭信心说消极话。现在教会中间有没有说消极话的？有说消极话的。教会中间也有这种人，说消极话。说消极话的人都是上帝要灭的一个对象，你记住，说消极话的是上帝灭的对象，闲杂人。那十二个首领去说完消极话，最后约书亚和加勒他俩同时去的，他俩马上就说了，是不是？说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虽然城墙高大，虽然那地方人高大，但是耶和华已经把迦南这块土地赐给我们了，他把我的仇敌交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尽管进迦南去得那地为业。这一句话说的安定了民心，安定整个以色列民心。他们是凭什么说的？那些十个探子凭什么说的？凭眼见，他凭信心，一不一样？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所以凭信心说一句话就能造就人，不凭信心说一句话就消化人的心，没有动力才能前走呢，不是啊？为什么那些以色列人在那徘徊，都倒闭矿业，上帝都倒闭，没有信心，全倒闭。上帝要的是什么？信心，要有信心的人。这些信心是何等的关键呢？有多少人，谁要信就一个字，就这个信字。但是有许多人就没得着，就不要这个信字。你平时看他嘴里说的话，他就不是信心的话。是不是啊？你嘴里说的话，你就知道你这个人证明你这个人
就一个小孩，最后上都去祷告的，上山祷告，就一个小孩拿一把雨伞，我也没停，我就拿。你不怕雨浇，我还怕雨浇。在大晴天的时候就相信要下雨，这叫什么信心？嗯，在大晴天的时候就造方舟，要预备将来大洪水要来到，这叫信心。这就叫信心呐、啊！什么叫信心呢、啊？最后呢，他们上山祷告完了，大雨就来了。那些都浇的落汤鸡，一个一个都成落汤鸡了。唯独那小孩，哎，这是我的保护伞，因为今天我在为下雨先就预备好了。这信心是在为下雨先，为环境未来到你先就预备好了。你别说等到那个时候才预备信心，到那时候有信心。为什么有的说等到我死前我才信耶稣？死前你有信心了吗？那信心是经过一点一点建造出来的，对不对？对。那彼得前书一章是什么？叫你们的信心具备时间，在百般的试炼中，是不是？试炼你的信心，对不对？叫你们的信心具备试炼，就比被火试炼仍然的坏的心金子更显宝贵，在各样环境中间来操练试验我们的信心。你怎么说？等到我快要咽气的时候信耶稣，还行。咽气的时候，上帝就不拣选你。还你就没有那个机会呢？你还咽气儿？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你？你怎么知道啥时候你咽气儿呢？这个人说话都有问题。上帝一口气儿叫你上不来，你信耶稣完来？有人糊涂就糊涂在这个地方。我等那时候再信。你等着，你等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啥时候死？有的人坐在那头哈哈就流出来，就死了，一般倒下来。你怎么知道这个死终要什么时候就临到每一个人？千万千万，在今天还在未死以前，先把那个生命先预备好，对不对？对。这信心何等重要！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个地方，信是所望之事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先把这确据攥到手，我把信心得着，就有实底，就有确据了。对。我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有确据，我祷告每一件事情都交给我实底了。再有信心的人就成为上帝的朋友，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就是他的用信心来走完所有上帝给他摆设这条路，是不是啊？是。挪亚、亚伯，他都是用信心就产生出来后面的果效，没有信心，他不能产生献祭与该隐蔽。献祭于神比该隐献的更美，对不对？献祭这件事神喜悦，但是呢必须用什么献？信心献。有了信心，献祭于神比该隐就献的更美，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献祭的，上帝喜欢。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四节就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他献祭于神比该隐献的更美，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比他更美？在信上。离开信了，你讲那段经文那就没空讲。他就是因为信，所以献祭于神比该隐献的更美。该隐是用立功之法，亚伯是用信主之法，他俩法不对，对不对？他俩法不一样，你法不一样就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是不是？是。因为他用的是讨神的喜欢，人方讨神的喜欢，而亚伯用的是什么？是神赐给的信心来献祭讨神喜欢。这一定是不一样的，绝对是不一样的。这最关键建立在信，他因为信才献投生的，献投生预表基督。他因为不信所献了一个土产，不是投生的，随便拿一个，没提到是出俗的果子，出俗的地里的土产，没有提到。要是出俗的，上帝也悦纳。因为出俗证明他是什么？凭信心献的。出俗预表基督，头生的也预表基督，长子也预表基督，对不对？对。但他没有，就随便拿从地里拿出献上，而且抢先献的，上帝不悦纳他。凭什么献呢？不是凭信心，凭立功之法，我献讨讨神喜欢。这种心态的人本身就有问题。我今天好好做好事讨神的喜欢，对不对？不对。那你就是该隐的，你就是又一个第二个该隐。
那个该隐被上帝咒诅了，那又出来一个该隐。现在教会中间的该隐多不多？多。多呀。乌撒多不多？多。乌撒是伸了人的手，对不对？嗯。触摸上帝的约柜。嗯。乌上帝的约柜。有没有热心？有。有热心。但没有信心，对不对？对。光有热心没有信心有用吗？没有。因为犹太人有一热心，保罗说我证明他们向神有一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有热心有没有用啊？没有。他这个热心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热心，是那是人血肉里边的血肉绑臂的热心。你看那有人就理解不了为什么亚伯也献祭，该隐也献祭，神怎么这么偏心呢？就看中了亚伯的祭物，不看中该隐的祭物，他就在这里画活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说不为什么，是为信，是不是？因为亚伯是因着信，该隐是想立功，想讨我喜欢。你记住，你今天别抱着一种目的来讨神的喜欢，神不需要你讨他喜欢，神要的是耶稣基督。你能把耶稣基督献上，你是最美的，是不是？他要他喜欢的是他自己赐给你的独生儿，你能今天能够把耶稣基督接到心里献给父神了，这是最好的供物，对不对？对。你想方设法的我讨神的喜欢，用立功之法讨神的喜欢，换取上帝的喜欢，错误了。上帝这个喜欢不是换取的，上帝说我是付出者，你是承受者，是不是？你有信心来承受我，我就高兴了。我做成就给你，要不要？要。要就是承受者。你有没有问题向我求？你要有问题向我求，我给你，别你去换。你做点好事给我，好像上帝缺少什么的。你在轻慢他呢？你轻慢他。上帝，你觉得你给他，你以为这是好事吗？你给他是因为你。是因为藐视他，你觉得他没有你才给他，你觉得他贫穷你才给他，但上帝是贫穷的，是富足的，所以他就怕人给他。神最怕的就是人用自己的东西来给他，来讨他喜欢，这叫什么？立功之法，换取。神最怕的换取，我想得神的喜欢，待会我做点好事换他喜欢，我不是用信心讨他喜欢。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欢，是不是？摩西我们看着啊，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我们看23节，我去看。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几天，是因着信，是不是？哪个是因？信是因，藏了三天，说三个月不是三天，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为什么呢？这法老多好啊，成为他的女儿，享受荣华富贵，多有地位，要地位有地位，要吃的有吃，要用的有用的，要住的住的皇宫，好不好？好。但是他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了，不肯了。为什么呢？你看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呀，所以他就在混在哪里呀？混在神的百姓希伯来人中间的，他们坐砖他也跟着坐砖。他说我不愿意做法老的女儿，法老女儿的儿子，我愿意做神的百姓。你看不看这个地方没演出来，他们演的时候没演出来，摩西其实跟他们一起去揣砖去坐砖，在基过程跟他们一起，最后招出他们，因为他发现了在坐砖的同时发现了一个埃及人去欺负希伯来人，所以他就一拳就把他打死了，看着没人就把他打死了，打死了。后来第二天呢，两个西伯来人互相打，是不是啊？后来他说一句话，他说你们怎么同族互相欺压呢？
欺压你的同族弟兄呢？后来那个人说啊，你要杀死我们，不是杀死那个埃及人吗？一下给他吓跑，以为就别人看见他杀了，吓跑，这是也是属于神。后来跑到米甸旷野，都待了多长时间？40年，一吓跑，对不对？神在那里叫他学习功课。我们往下看啊。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被基督受的凌辱，你看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看见耶稣基督受凌辱了，是不是？是。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我在埃及享受荣华富贵，我不如跟基督同受苦难。那个时候他就跟基督同受苦难，他就有属灵的眼睛，一下超越时空的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因他向往所要得着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这句话最关键，最关键，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什么？今天有多少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主看不见，看不见，你如同能看见，因为什么？因为信心，如同能看见。今天不要信心，你看见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因为摩西现在因着信，他看见了，如同看见了看不见的主。嗯，这就是真正的信心，看如同看见了看不见的主，这叫信心，对不对？未见之事，这里边是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什么是信？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什么是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缺据，有实体有缺据，对不对？嗯，这是真正的信。没有实体没有缺据的信，那是假信，对不对？是。没有实体没有缺据，凭眼见的那都是假信，唯独凭看见的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你信才叫真正的信，对不对？嗯，好，这是什么是信啊？什么是信？写上吧。啊，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